这条视频将一次性带你看懂抽象艺术。我尽量。我们首先来解决一个最根本的问题：为什么画成这样还能卖那么贵？身为勤劳质朴的劳动人民啊，我们一直信奉付出等于回报的铁律啊，但是这些幼儿园水平的涂鸦却能卖到一个我这辈子都赚不到的价格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件事情呢，你要这样理解：富二代他为什么有钱？哎，因为他爸妈有钱。那当代抽象艺术家，他确实就是一群站在前辈肩膀上的富二代。那第一批抽象先锋啊，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奠定了抽象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了。接下来的艺术家呢，几乎什么都不用做啊，只需要证明自己和这些祖宗们的血缘关系就可以了。只要证明了这一点，就能从此过上点石成金的日子。所以啊，画成这样还能卖那么贵，纯粹就是富二代在吃祖宗的红利啊。这样想是不是心里平衡了一点？OK， 那解决了这个观念问题之后呢，我们再来聊聊实际操作问题。站在一幅抽象画面前，究竟该看些什么？我把抽象画大体分为两类：变形和符号。那先来说变形啊，我跟你说，这幅画画的是一头牛啊，你肯定觉得我疯了啊。但是呢，如果我把这头牛的变形过程展示给你看，哎，是不是有那么点意思？这类变形的抽象画呢，就像是一部连续剧，然后你看到的呢，其实是其中的一集。有时候甚至只给你看个大结局，那你当然会一头雾水了。不过啊，在抽象画界，变形画还是属于比较低级的，就好像妖精想要升仙都相对比较困难，因为有原型就会被诟病不纯粹。所以呢，这里就要介绍另外一种更加放飞、更加难懂的符号画。顾名思义啊，符号呢就是通过画面中的视觉符号猜出画背后表达的含义。啊，听起来好像也不难，但是抽象画里的符号呢，不像公共厕所的符号那么直白，一般呢都得转一两个弯才能给到。下面我来举几个例子啊，我们经常会在抽象画中啊看到这种扭来扭去，类似阿米巴原虫的图案，这其实是胚胎啊，它象征重生，这个还比较好理解。那接下来难度就会循序渐进啊，波浪形线条啊象征生命力啊，这个灵感应该来自于电磁学。水平线象征于大自然的力量啊，这个灵感应该来自于海浪。网格象征无限不停的重复。排泄物或者恶心的内脏器官啊，象征对世界的厌恶。土著和图腾花纹啊，表达人类原始的欲望。机械象征力量啊，有的时候也象征性啊，因为发动机有活塞运动啊，没想到的吧啊，所以说呢要转个弯嘛啊。如果你看到一些让人面红耳赤的形状啊，这倒不一定象征性啊，发表意见之前呢，先看看作者是男是女，如果是女的话，那99%在表达女权主题。你还会在画中看到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，它们通常象征着伟大的力量，但却有着细微的差别。比如说狂风象征混乱，雾气象征失意，因为朦朦胧胧看不清楚的感觉嘛。瀑布或者峡谷象征崇高的力量啊，这是因为圣经里摩西曾借上帝之力分开红海，那这个场景呢，在西方人的观念里深入骨髓，犹如女娲补天。漩涡通常象征末日、世界尽头啊，这个很可能也是受到了古代宗教壁画的影响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元素就是窗户，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。那如果换一个方向，那窗户也是心灵观察世界的入口。西方艺术家自古以来就喜欢画窗户，因为他们充满了诗意和哲学内涵。所以啊，如果你把罗斯科的大色块或者蒙德里安的 Excel 表格当成一扇窗户来看，窗户外时而晚霞，时而阴雨，纯粹通过色彩感受窗外的风景，你就会发现他们没那么难理解了。以上呢便是抽象画中比较常见的一些符号啊，不敢保证精准诠释，却也不会错得太离谱。但如果一幅画不包含任何符号，标题卡上还写着未命名，那怎么办？哎，我教你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。如果画面很乱，它就是在表达无限和宇宙；如果画面看起来很孤单，那它就是在表达存在或生命。90%的情况下，不会有人说你错的。啊，对了啊，我再送你一个大型装置艺术的打开说明书。大型装置呢，通常是为了给你制造压迫感啊，就是先吓你一跳，然后再让你思考。不过呢，主要还是为了吓你一跳。而思考的打开方式呢，和抽象画差不多啊，孤苦伶仃啊，就象征存在；杂乱无章，象征无限啊。反正往这两个方向展开就行了。
好了，那综上所述啊，这是我对抽象艺术的总结，不管你有没有看懂，反正我是尽力了。看到这里呢，或许你会产生一个疑问，这些人为什么要拼着老命把东西画得别人认不出来呢？啊，这其实也不难懂啊，这就好像有话不好好说，硬要写成诗谱成曲那样，就是为了追求那种美感，那种律动，那种诗意。但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会损失一大批的观众，因为确实看不懂吧。100多年来，抽象化的题材呢，一直很与时俱进，从工业时代到太空探索，再到种族问题，那每个时代最流行的话题，抽象化都有涉及。但抽象艺术本质上翻来覆去还是在搞100多年前的那一套，而本该寻求突破的艺术家们呢，似乎也并不着急着创新，因为只要证明自己继承了100多年前的概念，并在游戏规则内找到一种特立独行的画风啊，那也就够他吃一辈子了。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，我们还是要记得活用、存在、无限、生命、宇宙这些词啊，毕竟遇到耍无赖的艺术家，也只能用耍无赖的解读方式了。好了啊，我是小顾啊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